大家好，今天我是抽尾牙，抽到的是和联的九片式叶片式电暖器，中的很的中的尾牙抽中你，奉劝大家不要抽这个这么重的东西，光扛回家你就累得半死。那他这边的设计呢，其实就是传统的叶片式电阻电暖器。那重量上面啊，我看一下它到底多重的。好，我写重量。它的型号是，159N1 九片式的。它是没重在哪里啊？那本产品有投保，3200万，那是台币吧？那风的叶片长这样。这不是业配，这纯粹就是尾牙抽奖，好吧？可能详细的说明书不在外包装，它什么节能啊，那个像其他的什么东西的，应该都在里面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来拆着它，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对呀、啊，反正说死，说死没有看得见，好大的垃圾。对呀、啊，完了完了，下下轮到了。对呀、啊，下一拜人轮到垃圾吗？不冷吗？放假？不冷啊，他只好，看这么大的东西，我只要往后。这边，我打死的，打死一只蚊子，打倒了。一说。所以这个是九片式的重量，惊喜的12.3公斤。他是说这里面可以3到8平嘛，那就是简单来说，它就是一个它还有一个是没有空气了，就纯粹就是接上去，然后所以这个和这个是直接这样接上去的，一个弯管的设计，就是它套在上面来。哦，可以。所以这个应该在我看一下，送风机啊，长得是这样，上面有一个洞。所以它应该是这样，这个是朝上的，里面有液体，应该是那个油，然后在这个风口，下面一个风口，啊，应该这里，所以我只要把这两个4个轮子把它接上去就可以用了，那其他的应该没有特别安装，就跟装电风扇差不多。我只要把它上去嘛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好，看起来应该不会很难。然后，看看我们的最不负责任的组装方式，看看装得起来，应该不难，真的。所以它的模具。锁机身上，所以他也没有特别说我可以锁哪里，是这样的，看起来有点奇怪，好像不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意思，好像可以哦，
是这样子啊，特写一下。现在的重量下到隔壁，这个组装的时候特别小心，下面重量是有是不起。这里，所以它应该是装在这个区块的，就是说应该绕过来。可是它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装这个地方，也可以装这边吧。我现在没有特别说可以装哪里，因为其实每个连长每一节都长得很像，这边这边都可以接上去。哦，哦，好像哎。那我们先看看，这东西叫做体能锻炼机，这样子是吧？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穿孔就可以了。那我应该要做的是把这个那个固定的座位在哪里？看得到吗？好像没看到。哇，不管了，先锁再说，考验我的那个耐力跟智慧，好不好？这个尾牙赠品的部分来说，抽小东西比较划算。抽这个太健身了，这个我去健身房就好了。好，但是最后一个状况就行了。这应该要装起来要平衡，不然就蛮奇怪的。好，我先装上看看会不会平衡起来。他说的那个说明书上不是叫我装起来要平衡起来，就是我觉得应该装会偏掉。那边的话应该也是一样高度跟宽度的，那我们还是一样装。我觉得看起来像可以就可以了，因为这里没有特别要调嘛。它啊，它轮子没有固定。哦，弹出去了，很好。至少它不会飞走。啊，我要装这边，这边也装一装看看。哎、欸，呦呦呦，是我错觉，是觉得它不一样长啊？应该是我错觉，总觉得什么应该会比较长，某一边比较短。没事，这个东西设计就是给人装开心就好了。至于实不实用呢，就看当时怎么用了。哎、欸。看我天才小吊手，哎、欸，道具这里，先锁看看，差不多先锁个大概啦，可能之后再微调再锁一锁，因为觉得这边不知道立不立得起。哦，接着换另外一边锁，对，应该可以。也没有锁得很平，另外一只，这锁歪掉了吗？好像是歪的样子，没有歪的好彻底，糟糕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他看了告诉我说，好像你没有锁好样子，不对啊。大门子问题。咦咦咦，这不是啊？咦，好吧，他告诉我其实只能锁一点点，因为两边平均起来，一边只能锁一点点才能锁得到另外一边。这配合起来像考验的是一点。你要报完暂停吗？最后在德国的时候，这个带比这更大。德国需要室内的那个暖炉的设备啦，他们的东西都特别大，连厨房啊、客厅啊、卧室、啊、卫浴都有各自的自己的电热器。啊、台湾的话，天气比较热，就是用的机会没有时间不会很长，大部分就是可能洗澡完刚很冷，那把推出去看看，可不可以移动？可以啊，正常啊。好，看起来正常。
一片、两片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嗯，我数错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片，他这个也要算一片？好吧，我不懂了，这个他一片，这有可能是这边也算一片，因为看起来这边也一片。那结构体像风琴一样的结构，那我找个地方来推看看。三叉孔，哎、欸，好，我们找看看有没有三叉孔。哦，可以，把它推过来，默默的移动到另外一处。三叉孔出现吧，我有哎、欸，这个线好，哦吼、哦，啊，把它推到来。登上人生的巅峰，哇！那接着呢，应该在这边。哎、欸，咦、欸，为什么它没亮？有什么需要特别？哦，然后呢，有灯亮了。从这边散热，哦，热的风从这边传，没错没错，对。我们开的是弱的，弱其实有点温舒啊。这边是转的是温度的高低，这个应该是风速吧？为什么是零？是墙为什么是没有风？它是贴反的吧？哎、欸，真的耶！哎、欸，什么？这是强风哎！这么高高发，它是反的。哎、欸，这是风中的，哎、欸，是零，是发生什么事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风这是墙就觉得是零，没有风哎、欸，这个是不是说明书没写错吗？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试看看发生什么事。那再来是调温度。温度的话，应该是这写高温嘛，应该是高温，然后这边应该是下面是低温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哎、欸，好像也是这样。有啦，慢慢的风从底部的风散热出来，只是比较好奇是它哦，有哦，这边是这上面是对的，下面就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三考一下，看人肉考碳烤，就在这个时候。嗯、家里没有猫，我知道怪有喵。躺在上面。哦，这是风扇。哦，什么热风是从那出来？有强烈的热风。风这里风比较强，这后面的风一般，主要是那个连续加热嘛。我觉得它的风有点奇怪。哦哟，帮我按一下，因为这边是电源开关，关就关了。这边有个出风口，刚刚看到的是这风口，主风口是主要的出风口。那这边是进风口，这里进风在这里。那下面其实还有一个，这是算是出风口，出风口不会最大。那上面有一个在这里，风没那么强。旁边有依序有一些排风的那种风槽，类似风槽结构，摸起来还可以，只是。嗯，好吧，公司送的，没有什么特别，质感都还可以啦，只是少了一点艺术风格。啊，今天开箱到这边，喜欢的要给我按赞。